别以为母后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从今天开始，母后无论对你们做什么都不会心疼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如果他们有一个走出了面壁室，你们就等着下地狱吧。是。哼。别添乱了行吗，大姐？谁添乱了？你为什么要质疑他呢？那些问题有什么好质疑的？给他机会，就是给我们自己机会。现在，你把所有的机会全都葬送了。你怎么早说？谁知道你要问呢？你凭什么对我好啊？我是老大。对不起。你真好。大姐，大姐你别哭了，这里的水都流不出去啊。年糕嫂，哎，富贵啊！哦，年糕嫂，这孩子饿得厉害，你能不能帮帮忙啊？那有什么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啊！哎呦，你早就该抱过来了嘛！我就说呢，孩子吃什么，我还以为你请奶娘了呢。哎呀，哪请得起呀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就算请得起，也别花那冤枉钱，奶。我有的是。哎呦，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。小孩子取名字了吗？哦，还没有呢。嗯，我闺女呢就叫袁心，你女儿呢就叫芳心好了，多好啊，姐妹两个。不好吧，让别人听见还以为。管他别人呢，是吧？反正就一个名字。他是正月初七生的，我看就叫初七吧。初七？我还腊八呢，这哪像个名字呀？不不不不，还是芳心好，芳心。
还是叫初七吧。哦。哎，都厅长埋在哪儿了？仙女湖。哦，慢走啊。哎，这是去给都厅长上坟去了。哦。哎呀，孤儿寡母真不容易。小心点。听说都厅长埋在了仙女湖。哎，那儿可有鱼精啊。对呀，赵爽就是鱼精咬死的。等等，谁告诉你的？不用你管。你不能去。寡妇要去祭奠她的丈夫，孩子要去祭奠她的父亲，这有什么错吗？你们会丢了性命的。你杀了我爹，我长大了一定杀了你，为我爹报仇。好，你想报仇我等你，可是你必须长大。如果你要去了，我就怕你没机会长大。不用你管。不用你管，替死你。要伸直，要伸直。再来。嘿，吼，嘿，吼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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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嘿，嘿，嘿，好。我要打死你，为我爹报仇。嗨，嘿，吼。好，咱们再来。哦，嘿，嘿，吼。这些天他几乎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，我觉得你不用再为他担心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快来，来追我来。你说吧。还是你先说吧。我想问问你需不需要带什么话给他？
还是不要了。既然你跟他都是一个人，为什么不？来呀、啊！飞月，你究竟要怎样才肯放过我？职责所在，只要朝廷没有赦免墨者，你永远都是我戚雕烈误杀的目标。天下已无墨者，我也不再是墨者了。这不是你说了算的，取剑吧。为什么不杀我？墨家从不滥杀无辜，你从无劣迹，我为何要杀你？你不杀我的话，我会追杀你一辈子。要杀飞月的又何止你一人？飞月，杀了我，你可以替你恩公报仇。飞月，我求你成全我呀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杀我？为什么不成全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飞燕叔叔，飞燕叔叔，飞燕叔叔，我娘被坏人抓走了。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啊！飞月，好，我本来想让你再多活两天，你要是想死，我现在就送你走。啊！啊！别走！
你们先走。好，我们走，走。没事吧？檀木精生性邪恶，竟然要非礼凡间的女子，仙女狐不可再纵容她了。我知道了。你回来了？出去了几天，你法力大增啊。我上天到太上老君那儿偷了颗仙丹，我一吃啊，哟哈，我法力就大增了。仙丹啊，你不是帮我打探消息去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我打探出了很多事情啊。王母娘娘啊，背着玉帝叫天元大帅下凡来捉拿七公主，并且还有甜品里仙女狐。可惜不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，七公主已经被娘娘抓到天上去了。他们怎么处置的七公主？娘娘呢，本来她不想过分为难七公主的，可是七公主呢，执意不肯，非要见玉帝，要替你转化。结果娘娘一怒之下把七公主贬到凡间去了。
我已经挂印辞官，从今以后追杀墨者已经不是我的职责了。多谢。但是我有一个请求，我想做一个墨者。你的禀赋，你的性格，你的品行都非常适合做个墨者，只可惜墨家已经亡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天下已无墨者，天下已无墨家。但是你还在，你守护墨剧，你就是墨家的巨子，你可以率领墨家子弟东山再起。东山再起，去招揽墨者供皇帝屠杀。你能保护他们，又能率领他们抵抗屠杀。墨家是不会制造杀戮的。难道墨家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吗？墨家鼻祖墨翟为了阻止战争奔走一生，为了帮助弱国四处帮人守城，葬送墨家子弟无数。你们为了实现世间平等兼爱奔走呼号三百多年，难道你们做着这一切就都断送在你的手上了吗？这三百多年来墨家从未停止过努力，但世间并没有为墨家而改变。墨家始于墨翟，就让他止于飞跃吧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是墨家的罪人。飞跃可以做这个罪人，既然我这个请求你不答应，但另一个请求无论如何你要答应我。请说。请娶太宗的妻子倪为妻，替太宗好好照顾他的妻儿。我会好好照顾他们，但是在飞跃心中，妻子这个位置只属于一个人。我已经做了决定，要去投军大匈奴。以后也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了。这是我平生的积蓄，
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可是请你一定收下，否则季了烈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导演就听到咩，你还真弄了一只羊过来呀，你准备烤羊吃啊？你不够意思了啊，也不叫我。嗨，宁高嫂不要取笑了，现在小七吃奶就指望他了。吃羊奶啊？嗯，这多山鸡呀，不跟你说过了吗？奶我有的是，找我。嗨，小七吃奶的日子长着呢，不能总麻烦你宁高嫂啊。那见外了吧。双死的时候你也没少帮忙啊。那都是应该的嘛，不麻烦你了。富贵啊，我呢想请你帮个忙。哦，我那个二姑呢，她特热心，就送我50斤大米，你说我一个女人怎么扛得动呢？晚上麻烦你帮我去扛一下。白天不行吗？白天他家没人呢。这行吗？哎呀，宁高嫂啊，你二姑家怎么住这儿啊？对呀，我就把米放在这里了。哦，我看还是明天再来吧。哎，都来了，进来嘛。天黑，我害怕。天黑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害怕什么呀？我一个女人家都没有害怕。不是，宁高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进来吧，你进来呀。宁高嫂，这不行。嘘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去呀！进。什么事儿啊？别哭了。哎呀，为你说说。哎呀，我的清白呀。宁高嫂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是因为你非要让我帮你扛米，你看我就进来了，结果这个事情闹的。你说说看啊，你说出去，有谁会相信女的能够帮你男的怎么样啊？你有什么划不来的？啊，我的清白呀，我的清白，还我的清白，还我的清白啊！别闹了，那我的清白呢？你有什么清白啊？你要娶我，你要娶我，你要娶我啊！
对不起，小琪。如果不是我带你们下去，小琪也不会犯天条。罗儿，你别难过，我是老大。如果不是我让他抓着母后的把柄，母后也不会为了灭口把小琪贬下凡。那咱们怎么帮他呀？咱们只能帮他完成那三个条件。不可能，我们完不成的。咱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。第一，让凡间停止杀戮，这不是很难。现在下界的杀戮主要来自大汉和匈奴，只要让他们停战就可以了。这一点，你不认识皇帝和卫青吗？这一点就交给你了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，做了才知道。第二点，让小七拥有人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我们可以教他修炼。让他修炼成人间最强大的力量，这个还得你去。又是我？可是我也没有人间最强大的力量啊。你功课做得最好，你一定能把小琪教得比你还厉害。还有第三点，让眼泪填满仙女湖。大姐的眼泪又不行，这一点只能靠小七自己了。二姐，你说这些都没有用，我们连出都出不去，怎么帮他？对啊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我也没有办法。大姐，你怎么又哭了？真乖啊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喝你的羊奶去吧，我的奶呀没你的份儿。哦，真乖，吃饱了吗？啊，别哭了。哦，宝贝儿，还哭？再哭，我就拿针扎你了啊！还哭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？你没听到他哇啦哇啦哭个没完，吵死人了！月姑啊，没见过世上有你这么狠心的后娘的。哦，别哭啊！陈富贵，你给我回来！大姐，你别哭了！大姐，你别哭了！小姐，你别哭了！大姐，你别哭了！你再哭，咱们真的要被淹死了！走吧。
再哭一会儿，咱们就能出去了。怎么出去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真的有办法？让大姐和你一起下去吧。你不能陪我下去吗？我得留下来应付母后啊。你记住啊，这小七修仙一定要你自己教，千万不能让大姐教。我知道，让她教只怕非但修不成仙，反倒修成了妖。还有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小七的身份，尤其是飞月和仙女湖。我明白了。哎呀，大姐，够了够了，你别哭了，一会儿他们就会把你给放出去了。怎么出去啊？他们一会儿就会进来放水的，你和老三变成水跟着一起出去。商量的人他们看不出来吗？我会变出两个假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天地失灵，发水了！发水了！快救命啊！快放水啊！请救命啊！怎么淹了？赶紧放水！万一把公主淹死了，咱谁也吃对不起。他们要跑了怎么办？咱们呢，弄个网子把门口先给堵上。好。太好了！二姐，你怎么让他们俩下去了呢？一个胆小如鼠，一个除了空什么都不会。起码他们两个不会跟人打架，不会闹事吧？大姐啊，我们先去宋子婆婆那里查一查，看她去了谁家。好啊，咱们走。离仙女湖这么近，太容易被他们知道了。看得见我吗？看不见我，我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呦呦呦呦，小东西呀，啊，你怎么抢你姐姐的东西吃呢？啊！